I never would have expected this crossover, and it's just really cool to be able to play against Arcane James. So you could pretty much play a match and get like 3-4 opportunities after dying to go back in and get more kills and have fun with your squad. It's just, I think, one of my favorites in this update. I just thought it was super, super cool. I'm not gonna lie to you. Riot 作为世界上最成功的游戏公司之一，一直以其出众的产品品质为人称道，特别是 LOL， 十多年来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，在全球范围积累了大量的玩家。在动画播出之前，在拳头的支持下，我们的研发主创及核心发行同学也进行了提前观影。在观影后，我们对动画有了极为深刻的印象，相信它一定会成为2021年末最大的爆款，在全球掀起一阵风潮。我们也非常荣幸能够和拳头游戏合作，希望凭借这股风潮在全球范围内触达到更广泛的玩家，并通过植入创新的合作玩法为玩家提供新的惊喜和体验。我们的开发团队和发行团队对于 PUBG Mobile 有着非常深厚的理解和热爱，那同时很多同事还是狂热的英雄联盟的粉丝，那这种双重玩家的背景是我们一个较大的优势。我们认为只有足够的热爱和理解，才能够做出更好的产品，也才能更加打动玩家。这次我们推出的是叫镜像世界的全新玩法，受到海克斯水晶的影响， Arcane 的世界和英雄投影到了 PUBG Mobile 的世界当中。在这个过程中，玩家可以看到皮城、祖安这样的独特场景，也会变身成为 Arcane 的英雄来进行战斗，为他们赢得最终的胜利，去收集更多的资源。在选择植入角色的时候，我们要尽可能的去贴合玩家的游戏习惯。我们是一款射击游戏，所以呢，选取了杰斯、金克斯、凯特琳这几个远程角色。虽然 Wei 并不是远程角色，但 Wei 在 Arcane 剧情中的地位举足轻重，他也被我们选取。可是 Wei 的全套攻击如果不经调整直接应用，一定会给他带来劣势。我们结合对 PUBG Mobile 英雄联盟 Arcane 的共同理解，最后决定给 Wei 安排了突进的这个技能，让 PUBG Mobile 的玩家在操作上不会有太多的门槛。这一次的联动是 PUBG Mobile 上市以来最为深度全面的一次 IP 合作，我们希望能够从不同的维度出发来强化玩家的沉浸体验。拳头跟我们介绍 Arcane 城市的背景是基于科技、魔法、近代的佛罗伦萨城市的风格的结合，那同时在角色外观上有风格化的处理，于是我们由研发同学在场景布设的细节、角色身材的调整上都做了反复的调整和尝试，终于做出了一整套既符合 Arcane 又契合 PUBG Mobile 的外观设定，例如城镇场景、武器、载具、角色都同时的呈现着两款作品独特的魅力。我们制作了皮城、祖安场景的这个浮空岛，让玩家可以充分的进行探索，同时还可以与 Arcane 的 NPC 进行互动，增强了整体的氛围感。那除了在浮空岛之外，在地面上我们也布置了 Arcane 风格的这个场景区域和 NPC， 即便不在岛上，玩家也能够体验到合作的内容。在游戏中，我们也打造了 Arcane 当中金克斯、魏、凯特琳、杰斯这一系列的皮肤套装，为玩家重现了经典的 Arcane IP 形象。这次合作其实对我们也是一种玩法上面的创新尝试，我们要考虑到不同玩家的需求，对于纯粹的 BR 玩家以及希望尝鲜这些融入玩法的玩家进行区分。对 BR 核心玩家来说，镜像空岛更像是我们的一种玩法验证，它应该在一个相对隔离的区域中构建资源的热区，玩家在其中即便被击杀也不会被淘汰，而是继续的回到地面战斗，玩家在隔离区积累的资源也不会消失，相当于多了一个低成本的发育机会，打消玩家前去探索的顾虑，让我们内容能够被更多的玩家体验到。对于泛 BR 玩家来说，我们希望通过新的场景、新的变身玩法，为他们带来新的游戏体验，让他们觉得 PUBG Mobile 是永葆生命力。对于拳头的玩家来说，我们希望为他们提供可以超越传统 MOBA 游戏 2.5D 视觉来体验自由的大世界。而这背后更本质的逻辑是，我们希望能够照顾到每一群玩家的感受，让他们都能在新的玩法机制中找到属于他们自己的乐趣。
为了不断超出玩家的期待，每个版本对我们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。从最开始的提案到原型，不断的推翻调整，团队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，道具、场景和人物形象都是经过了多轮的这个打磨和修改才能通过检修。我们是和拳头游戏一样，本着最精益求精的态度，希望能给玩家带来最还原的 IP 体验。目前 PUBG Mobile 在全球已有超过10亿的下载量，玩家基础极为庞大。我们将不断地为玩家提供优质的内容，并结合不同区域玩家的需求进行本地化的内容适配和推广。未来我们希望能同更多的 IP 厂商进行合作，为玩家提供更多更新更有趣的内容，敬请大家期待。